先生，一直望洋镜，一直望洋镜，先生，我们都是漂亮。小弟来了，小弟来了，我来吧，小弟来了。等一下，来来来，加加油，一路。你小心点，我陪你赶旁边去。是啊呢，是啊呢。这厉害呢，这只毒虫真厉害。我刚才讲拄只丁小杰出手相助，啊，若无我即阵，恐怕已经倒袂去啊。我大林家是老哦，我大林多厉害。阿贤，你起来，阿贤啊，你起来。靠！想袂到我误着这江湖的下术，伊竟然有本事破坏着我的江湖。师傅啊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误着这个人不是普通的猎物呢。为着咱东安关吼，咱这个龙虎团可能真歹生存哦。将你在为师的面头前讲别人的好，免咱家己威风。杨哥，将去，你拢敢出去？出去！是。一个小小的误跳，我才不相信讲我打袂赢你。我心内着急嘛，你唔惊来地下地哦，叫你惨。那我跟你讲啊，惊吃唔来啦，来吃我就唔惊啦，对不？你都爱叫伊啥？你叫伊是猪呢，但唔是狮，也唔是虎，我是要惊啥？对不？好啦，谢谢，叫你拿起来就惨。我跟你讲。这条金盘链啊，我专工哦，美景的啦。吼，你就不知，我是安尼哦，走偌济都在遐咧找着的呢。我先给你挂起吼。哎呦，水到安尼啦，真水真水。菜，对不？你水到遐尼水着，啊，价钱太低的啦。是讲无要紧啦，我还要甲你听谈。也是同款，对吧？你还在心上想？你真可恶！你敢敢冒乱来啊？哈！那个是你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怎样啦？你敢偷看呀？对不起我，你敢话当中想，把我死啊！快了，快死啊！打你啊你！快了，快点死啊！我这个打死你！我不了你啊！哎呀，快点来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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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少年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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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今早嘛出大事，是嘛？你给他救了，你给他救了哦。但是嘛，我紧把这胎瘤啊埋葬掉，卡要引起个当地人去疑心嘛。啊，到时我会派人来查，大事都严重啊。春弟啊，你看安怎？春弟啊，你爱知的，胎人是爱赔命，搁再讲。你嘛有一份，你知无？啊？敢讲你要等官府派人来验尸？无啊，我无这个意思。一切都包大叔，你来我路。安尼是，咱即马来赶紧，带阿发啦入关埋葬。人家的土就无代志，嗯？为什么当我白讲呢？阿娘，海龙姐，我在那边抬车，阿姐，我在那边拍你两个。阿娘嘛，唔知影代志哪会变成安尼啊？小天，昨暗你看到的代志，袂当对刘洪林讲，好不？万一官府若是派人来查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！到时阵哦，阿娘不但爱有人掠去关。我再还给人斩头，安尼小天就会变成一个无阿爹、甲无阿娘的孤儿。阿娘不甘你变成安尼，小天，你答应阿娘好无？一句话都莫讲出去好无？小天。你想你出山啊？打龙要创啥啦？什么创啦？我有解了。你打龙好哦，你也莫计笑啊！什么计笑？这个人是奇怪呢。哎呀！那有鬼啊！我来了，你个感觉顶头有血呢，我操！花坛内底滴出来的，公司内底，啊不是，你个懂？哦，哎，大姐啊，小大姐啊，哎，小大姐啊，小大姐，小大姐啊，花坛怎么了？我跳，你是在创啥？你个鬼魂呢？这棺材内面的人，阿是死了。有人话，你讲真影也是假的。何丁，你是超胆要甲做对因？何丁，你凭啥讲棺材内面的人也未死？你看，棺材还搁在顶，内底人是阿未死，死人是无可能会流血。你给我捡起，
这棺材内底人明明已经死啊，那这伊会过了啦，伊起码就快断开呢，这敢会继续？是啦，是我亲手为阮翁换衫，伊的脚手早就冷起起、冻酷酷啊。无可能，恁翁还袂断开，我这卡我还阁发传讯，也不是。我掉，你刚刚先不回来哦，那你现在就要你要被插了。你是活人，不是死人。公公，我先回去叫你叫。好，我回去叫啦。是啊，你安怎？五条，你唔当伤过分咯。活人的生命你也要敢死，你人代志你也要管。人讲啊，死者是土为安。五条，今嘛死者是土为来执行上，无了之时，你敢当当的死？对啊。小弟，这棺材内底人都还没死，我袂当把酒精精快点将外人入土了。哼、嗯，大哥，驾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！臭小子，又搁是你！林浩德，人有死无死，交给官府处理。你这么不听的官府说，官府，你心内有鬼？你又别讲啥！哈！哈！哈！臭小子，你搁出现了！我要给你看清楚，看你是不是到底是自卫神棍好啊，男士！哇！奇怪，叶公你那突然间变这么强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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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心情，那我这个就不能。刚刚你真是真心心。管住哪来了、啊？走、啊！行哈，管住哪来了、啊？师傅，师傅。等等，什么代志？哦，来人了。是，将这个人弄到阿德爷门。是，我抓到你啊！还目的会罪，处刑可以。尤春吉，你讲这到底是安怎样？大人，民妇唔知啊，这件代志拢是。大人，死者二点的时阵啊，已经断气，这哪有什么可疑？我再讲，死者是伫抱怨啊。真好看！杨屁，文官并无问你，你无事插嘴。我大夫，你讲这到底是安怎样？大人，既然棺材还搁咧地火，表示人还袂断气，大人应该开棺救人才对。大人，人都已经死啊，你要开棺验尸啊，安尼是会误着，死者往西方极乐世界死神。大人，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。大人。你千万唔通啊！大爷，出人命在旦夕，殊不易的。哦，既然吴大夫这么坚持，吴大夫是咱东安关的有名大夫，伊安尼讲，即时开棺，来人啊！在，将棺材挂掀起来。是。那无不必动，观世音菩萨，伊着保庇，保庇棺材内底的人无死呢。今日误着啊，胆量有够遐，唔是一个普通职位啦。就我要看偌大忍耐，观察来，听着，不管你是活还是死，你的性命结束到位，亡魂随我来。吴座，在，即是验尸。是。大人啊，阮翁明明都已经往生啊，谁还要搁开棺验尸？不是，你翁婿过身的时阵，你敢有亲目睭看？有啊。要若假使讲你翁婿并无死，难道你无想要开棺救人吗？大人，棺材内底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了。你的名字就真少落地呢。哦，对。
死者已经无犯着啊！你要来甲交代？吴大夫，你即摆有啥意见？大人，我查到阿哥的地，就表示讲咱阿袂动，请大人阁草民查验一下。好。这人确实已经死。也不过，伊还未死，就去人囥伫棺材内面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。也不过，伊还未死，就去人囥伫棺材内。吴丢，你这个干话邪嘴，啊，代志都摆在眼前啊，你个死啊硬嘴皮啊嘛！我敢讲这款话，我就一定有把握。吴大夫，人命关天，唔通讲耍笑。你有啥物证据当证明讲，这个死者还未断气以前，就让人囥在棺材底？大人，证据真多。请你替我解释。第一，人若正经死啊，放伫棺材内面，当然袂阁流血。也毋过事实摆在眼前，这棺材还阁咧滴血。由此可见，这人入棺了后，一直准备上上山这段，也还袂断气。第二，死者入棺，应该是面向顶悬，双手抬高。也毋过眼前的死者。伊姿势也不是安尼。哦，吴总，在死者的姿势如何？这小兵没注意到，看好清楚。是。来人，这死者的面向倒边，正手放在胸前。无唔对，有这点就会当证明死者是关了后。伊并无死，还佫在内面顶头。伊真有可能在想办法将棺材给塞回，也毋过真可惜，伊无迄个气力通安尼做。大人，棺材扛起扛落，难免死得会顶动着。吴丢所讲的话，你毋通相信。我还袂讲煞。第三点，这个棺材顶有整个药粉，江大人。敢讲人死了后，有法度安尼做啥？由此可见，这个人伫棺材内面非常的艰苦，伊真想要出来。第四点，死者头壳有真明显的经过，这就表示讲，伊在生的时阵头壳要受着伤害。大人，阮老是因为中风跌倒，头壳去弄着头壳，所以才有伤痕。吴大夫，你唔通学袂用。大人，死者绝对毋是中风而死。吴大夫。你有甚么证据可以证明吗？请大人放轻松。大人，这个家不是证据。死者就是因为这支针，才一命惨死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。虽然路途千里远，总会暂时让阮思念想袂断。故乡，故乡，今何在？望你永远在阮心内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。青春。